中金公司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诞生。20世纪90年代，政府在大力推进国企改革进程中，迫切需要发挥投资银行的作用。中国应该建立自己的符合这个国际要求的一个投资银行。中金的早期创业者们开始了一次大胆尝试。中金公司的创建起到了一个试点、探索、带头羊的作用，把国外投资银行的这个体制机制引到中国来。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合作，中外资股份各占50%，并引入外方3到5年的国际化管理。国务院表现了一个高度的远见，做了一个特殊的条例来推动了中金公司的成立。当时的资本市场开放程度要做到这两点是有很大困难。1995年，中国第一家合资投资银行的大幕拉开。2年后，中金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一个国有大型企业要到国际资本市场上去，中金公司帮助中国电信上市也是开了一个先例。中金公司改善了原有来的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大大提升了它的价值。中金公司为中国经济的改革、金融部门的改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更明白呢，就是说中国人自己也可以把这个资本市场发展的道路是可以走出来的。我们要通过组织与制度的创新，为国家改革开放，为金融市场引进规范跟制度，为国家经济领域的改革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做出我们中金作为一个金融企业应有的贡献。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实体经济，是中金公司自创立以来就肩负的使命。也正是由于有机会服务于国家改革发展需要，中金公司逐渐成长为我国金融体系中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金融机构。带着这样的使命感，中金25年不断摸索前行。专业的、好学的，又能够突破自己局限性的这么一种精神啊，使得我们不停地能够突破，产生新的业务，新的产品、新的服务，可以不停地从零到一。中金不断地学习国际成熟市场的经验、技术，应用到中国市场，帮助中国的企业，帮助中国的行业的改革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中金呢也同步的拥抱中国的新经济，我们也是深度服务跨国公司。中金为超过2800家优质企业提供国际一流投资银行服务，成为客户的首选。我们身处变革和创新的时代，通过商业模式的迭代、组织方式的优化、数字化技术的赋能，能够更好地服务我们的被投企业，服务区域经济。中金陪伴着一批优质企业成长，也参与并推动着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中金公司把国际通行的机构做法系统性的引入到中国，也是资本市场改革开放里面的一些标杆性的工作，所以我们有非常好的开拓创新精神。我们想产品化发展，也是国际化走得最远的。我们有能力为国内外的机构投资者提供基于中国资本市场的一揽子服务。我们的研究和整个国家宏观经济发展大势、经济政策，尤其是改革联系在一起。我们注重基本面，服务两个市场，这是我们中金的优势。中金见证了中国资本市场的腾飞。今天，中国拥有世界第二大股票和债券市场，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中金建立了跨市场、跨产品的综合服务平台。中金公司固收业务建立在一个庞大的规模和高效的运作体系之上，凭借着全球网络跨境的能力和优秀的人才，实现了最佳的服务。伴随中国经济增长，社会财富不断积累，中金以值得信赖的服务为大众财富实现保值增值。高度专业的能力和服务，以机构形式来开展资产管理，越来越会成为主流。我们年金服务呢，超过1000万受益的人群，每拿到的一分钱都是，沉甸甸的信任吧。财富管理最重要的就是信赖两个字，
我们对客户从 day one 起你就能够认识到他，接触到他，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从小到大，从年轻到年老，都能够给一个全生命周期的陪伴的服务。中金采富这样一个网点优势更加的深入下去，把中金公司这种集团的优势更充分的挖掘出来，能够更好的全面的满足客户的一个需求。不同部门之间的协同，这样一个中金压的模式，帮助我们在产品服务方方面面的提升，为客户创造更高价值。中金的专业服务覆盖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扎根中国本土市场。中金把握全球市场机遇，在国际金融中心设立分支机构，做中国与世界的桥梁。植根中国，融通世界，是我们中金的 DNA。做中国人自己的国际投行，是中金人为之奋斗的梦想。在新的起点上，怀揣梦想，勇于担当，为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发展，深化资本市场改革贡献力量。中金公司将继续以创新为引领，以奋斗为支撑，实现中金梦，助力中国梦。梦想属于奋斗者，植根中国，融通世界。中金25周年。